太子宾馆。金童太子宾馆原名为石底俱乐部，位于平溪乡金童镇，建于民国28年，是台湾早年最大的煤矿事业台阳矿业公司新建用来招待贵宾、训练职员及娱乐的场所。全结构采用的是阿里山的块木，由当时技艺最精湛的四位师傅带领100余位的工匠所建造，有客间、主间、交谊厅、会议厅，高级的建材及华丽的装饰雕刻，让宾馆洋溢着浓厚的贵族气息。而太子宾馆也是少数在此矿区保存良好并且继续使用的建筑物。